差不多17岁啊，17岁，国中毕业啊，学2年半。刚学的那也是基本的而已啦，都要靠以后自己去磨练。30几年，快40年。刚开始啊，不知道是什么是雕刻，也不知道，然后去学，觉得还是蛮好玩的。刀子要拿笔，我们是拿笔拿习惯，拿笔跟拿刀子不一样，所以一定要拿习惯雕刻刀。木材有南梁木、南梁乌心石、柚木、hinoki， 还有块木，还有那个香杉。现在木材越来越少，不能砍，啊，都靠进口的啊。一扎个五根台那个台湾那个乌心石，现在没有了。本来大溪雕刻也是很多人啊，木工、油漆、雕刻都一连贯的啊，几乎快100人都有，现在剩下十几个哦。以前工作比较多了，一间木器行就可以养活你啊，现在不可能了。现在一个人就要做很多了，不能单单只是做大溪的那个神桌雕刻。自己做一些艺品啊，什么东西都要做，都要学着做。这个是那个庙桌那个豆滚，南梁乌心石，木工也好了，油漆也好，雕刻也好，都没有人在学了。现在学这个是不错，其实有一技之长都很好。欢迎来大溪参观了。